卷子，然后俺来了会上看到有卖黑鱼的，所以说想给小丸子买一个黑鱼回家给他炖着吃。鱼喜欢炖的那，他不喜欢炖的鱼。黑鱼是我的，大毛鱼，毛鱼呗。毛鱼，没有吃的鱼吧？这是。好吃，肉多，刺少。看你买啥，小丸子？看你买啥？这水太少了吧？搬不过来身儿。有男人下锅炒了是不是？要说话。真的哪没吃过这的鱼，细一点，盖中大个鸡蛋，把鱼蘸一下，加面粉，因为家里边没淀粉了，这个鱼吐一下，锅中倒油，里边有些倒进去，油温七成热，下锅炸。加个葱花、蒜瓣儿，拿豆瓣酱，炒香后加水，把鱼放进去。放两块冰糖，等待出锅。往里边坐大爷，往那坐。尝尝来。小丸子吃。给小丸子倒了了，来。给小丸子尝尝，尝尝来倒吧，倒吧倒。嗯。小丸子，你吃的啥？这是啥？鱼。对，这是鱼。嗯。嗯。好鱼。鱼。小丸子最喜欢吃鱼了。咦，掉了。还有刺儿没？嗯。这儿了呀。中。